来发挥，真正发挥力量，就是马来西亚的汉学院。汉学院的这些老师，希望你们用心去学习，把这套书的时候详细做讲解。讲解我们用网络、用卫星向全世界播放。讲解你们要把它用白话翻译出来，白话文这种翻译版，叫你们再印成外国，印成这个英文，这个马来文。在电台里面广播，天天播讲，等于说全世界人都读到，都读到这本书，对这个世界有大好处。人民懂得了，人民选举投票就知道投哪一个人。做官的人知道读过了，不敢再昧着良心做坏事。为什么？老百姓都支持他，你看你这老三做得对，唐太宗怎么说你违背了。所以好处太多了，确实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平，所以这部书会起很大作用。我们要大力点推动，我这次印的这个10000套，有5000套送给中国领导人，我1000套送国民党，1000套送民进党，3000套送共产党。和平统一，希望和平统一。那另外一步就是如何把中国文化给复兴起来。